好，我是 QooBee， 我现在心情非常非常激动，因为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要去上海喽！今年的8月3号到8月6号，我将一直待在上海新国际展览中心，参加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。我会带着很多很多全新的 QooBee 玩偶在那里等你，记得来找我哦！不要忘记我的位置 C183 C183 C183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，我在那里一直等你哦。别忘了，日期是8月3号到8月6号，一定要记住哦。